晒给你擦掉。没了，我不要。啊，柠檬我看好吧。啊，好精致啊。阿婶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啊，无恁去外口讲啦，卖去甲柠檬擦掉。阿婶，阿豪用柠檬受伤的代志，甲阿豪谈话，真无简单，才让伊愿意坐来讲。咱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我讲可能无路用，万免你用你的查某囝替我解决代志。你误会啊，我只是希望代志能顺利解决。我家己的代志，我会想办法解决。我真正无需要一个反背我的人。替我处理代志。阿豪无反背你的理由。钱，就是上好的理由。阿豪趁钱不是为了家己，是为了身躯边所有的兄弟。你嘛是伊的兄弟，伊无可能为了钱反背你。伊明知啊，我无介意十三亿，现在硬要甲伊合作。十三亿还是阿玲？伊敢毋合作，我嘛就怨恨嘞。啊，不过你离开了后，西丽去扛无人带头，伊若是无甲伊合作，敢有可能活到即马？当初你无笑无笑，是伊陪我度过迄段黑暗的日子。我甲伊结婚了后，嘛是伊伫咧找你，伊嘛真少伫甲我走动。伊就用心伫等我，等我甲你放袂记。遮尔体贴的人，绝对无可能反背家己结拜兄弟。搁我想者，我无相信老小姐啦。好佳哉，你无代志，我真正会予你惊死。阿姨，歹势啦，阿姨手受伤，偏偏我爸妈阁无爱予我去讨公道。你着爱听你爸爸妈妈的话，唔通阁去了麻烦啊，安足危险的呢。先欠我钱呢，而且佮你根本无关系啊。我想看袂起这种会欺负人的事啦。我无代志啦，阿姨佮你讲哦。我较早是护理长，这小 case 我凊彩包包也就好啊。你看起来够足少年呢，哪有可能做到护理长？哇，你这个礼貌是甜的，不是酸的哦。啊，不过伊跟你讲哦，你以后啊爱特别细腻，爱保护家己，千万千万唔通有家己受伤，有听到无？为什么？你唔知你家己是 Rh 阴性 O 型血哦。Rh 是啥物？无听过。哦，这是一种哦特殊的血型，全台湾的所有的病院哦，迄逐个月差不多就敢若有180多。意思就是讲哦，你若是拄到危险，啊，要紧急输血的时阵哦，这血可能无够你用哦。哇，这么严重哦！啊，阮爸爸妈妈的血敢袂当互我用？直系血清哦，恐惊会引起较严重的免疫反应，较歹用较好。啊，不过安尼讲嘛唔对呢。阮爸爸是 B 型，妈咪是 B 型，我是 O 型，安尼敢对？这是有可能的啦。非得咯，以后你着爱特别注意。啊，若是会当去捐血，你着去捐血。安尼唔来当帮助别人，咪当替家己哦，欠一块血。好。好好休困哦。柠檬，
天气我看好呢。来，我朝伊做检查。啊，阿条来，谢谢。阿条来。你莫啦，别紧张，爸爸会陪你做戏啊。我陪你去，唔免遐尼侪人去啦。今日要做的检查较济，爸走过的所在，我陪去就好，安尼较紧。哦，那护理师，那麻烦你啊。哎，在我应该做嘞。哎，你伫家等我哦。好。阿亚平，哦，伊个先生哦，在外口讲一寡代志啦。哦，你敢知亚平甲阿瑶的关系啊？亚平就是阿林较早的好姊妹阿婆嘛。真的无唔对啦，因为亚平捌介意阿瑶。啊？哦，先生，伊无甲我讲过这件代志呢。我不是要骗你。啊，不过迄个时阵，孙阿不是已经要跟阿玲结婚啊？伊要结婚，跟阿玲出代志，亚平一直想要代替阿玲照顾阿瑶。啊，不过亚平嘛已经嫁乎你啊。这十几年来，亚平一直在找阿瑶。现在阿瑶又出现在他面头前，你认为我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你是怎么跟我说这件事啊？我不希望我的太太跟阿瑶有任何的交缠。欧巴。